高家的羊肉汤就是好喝啊，可惜以后喝不着了。没关系，除了羊肉汤，还有鸡汤、鸭汤、十全大补汤，偶尔换换口味也好嘛。是，对了，相公，我跟你说啊，太后真是关心咱们，前两天她还召见了我，传授了我一些为妻之道。太后都教你什么了？她跟我说啊，这个夫妻相处不能太过于强势。 让我多向别的女眷学习一下，然后跟我说不要整天这么素面朝天啊，要化化妆，身段要方软，要学学撒娇。我还在想呢，这个撒娇怎么撒呢？虽然我嫌弃你不像女人样子，但是你硬装成女人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？ 千万别，就现在这样，保持现状最好。好，主要我从小没学习过怎么当女人。不过，梅娘前两天教了我几招，她跟我说，对付男人很有用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怎么做来着？我想想啊，一扭，二笑。 三回头，一咳，二晕，三颤抖。不好看啊！他跟我说，这男人受不了这个的，迷死男人不偿命，不好使呢。这哪是迷死男人，这简直就是吓死男人，样子比鬼还可怕。这太惊悚了。好，我。 我就是欣赏你的直率，人生随意一些，不要太过勉强。好的。